嗨 ，L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之乔乔乔。我最近比较注重那个睡前的放松，所以我最近蛮喜欢做睡前瑜伽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蛮舒压的。我饮食是那种懒人原则法，让自己的饮食清淡一点。除了保养品之外，很多人忽略了那个全身的循环。我自己非常喜欢超能果萃凝乳，里面有烟碱酰胺，然后还有维他命 B5 的成分，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更加的亮白。然后因为它有很温和的焕肤的效果，我觉得你可以天天擦，当然至少泡完澡的时候，把握那个全部毛细孔都打开的时候要擦好擦满。